生命旋律，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，刘琦编稿，林斌主持。紧张与安息，有个朋友同我分享了他最近一次的旅游经历。话说在两个月之前，他一个人去了葡萄牙玩。这个朋友不喜欢去那些出名的旅游景点观光的，他只是喜欢捐窿捐罅，去些人家都不知道去甚至不会去的地方玩。葡萄牙有很多又靓又出名的修道院，他就偏偏不去，反而找了一间起在一个峭壁上面的修道院去看看。几经辛苦，他才安排到这间修道院愿意给他去参观。带着兴奋的心情，他一早就来到这间修道院的山脚，周围望下，哇，那里的风景靓到不得了，所谓空气清新，景物宜人，所以他好满意。接待他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修士。这位老修士跟他说，上修道院唯一的通道在两年前因为落大雨冲烂了，还未整翻好，所以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条绳将一个篮吊起，游客就坐在入面，然后他就慢慢拉着条绳将个篮吊上去。这个峭壁差不多200尺，我个朋友认为这样上去都挺特别的，途中又可以看下风景，所以他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吊上山那一程好顺利，而在修道院入面他亦都好开心。到了黄昏时分要走了，那个老修士话会将他吊返落去。在个峭壁的旁边，他望下一位修士，望下个篮，再望下用来吊个篮那一条绳，他开始有点害怕了。他怀疑这个老修士够不够力拉住条绳，而条绳又会突然间断的呢？于是乎他就忍不住问，修士啊，你们几时换一次条绳的？这位修士有神武器地答，不知的，条绳断就换咯。在落山的时候，外面的风景特别靓，日落西山，他脚下边一片云海。不过这个朋友合埋双眼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喐都不敢喐。直至到个篮落地之后，他好大力咁揽住一位修士，他好大声咁叫咗一句，感谢主。我这个朋友的经验是很难会有的了。不过搭飞机不好受呢，就很多人都会试过。最近有一次去新加坡，要在台北转机，我去到机场才被通知要迟2个钟头才起飞。我心想2个钟头啫，没什么所谓啦。及至上了机，发现一个空位都没有，因为是廉价机票，我要坐在中间的位置，两边一左一右都是大肥佬，附近还有两个 BB 仔不停全程在哭。到了台北又要再等几个钟头才可以转机，足足挨了差不多30个钟头才去到新加坡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怎知回程就更惨，遇到乱流，只机差不多等到散那么滞，如是者超过1.5个钟头。我全程只是做一件事，就是合埋双眼在祈祷，希望上帝强而有力的膀臂托住我就好了。经过那一次这么艰苦的旅程之后，我仿佛明白到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难这个道理。不过
又是不是真的在家千日好呢？经过两个星期的行程之后，回到屋企，发现公司有几十件事等我回来处理，打开个电脑，有几百个电邮等着我去复，再加上一大堆其他琐碎的事，我又足足忙了十日才搞定了。在忙完可以真真正正静下来的时候，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因为环境和工作的压力而牺牲和家人，特别是和神一起的时间呢？什么是得，什么是失呢？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？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将人类所需要的养生条件完全预备好，空气是清新的，水是绝对干净和清甜的，太阳的光线射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，显现出神的荣光。神为亚当和夏娃安排工作，管理伊甸园，随时都可以和神亲近。这种满足的喜乐使他们体验到信服神真是幸福的真谛。创世纪的二章一至到三节话，天地万物都做齐了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神完成了所有创造的工作之后，决定休息一日，还要将这一日定为圣日，为的是要将他自己的工作模式为亚当、为夏娃以至后来的人定一个好的榜样。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要有安静的时间，可以享受人和神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团契。因为人的存在不是单单一个躯壳，一堆不值钱的化学元素。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要人活的不是这个世界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躯壳，而是神吹入人鼻孔那一口气，这个才是人能够活得幸福的关键。神既然将安息日定为圣日，这样守安息日享受与神亲近的人就必定得到从神而来的真正幸福。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，圣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和完全、健康是同一个字根，意思即是说守安息日为圣日是完全放低工作，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地与神亲近的日子。只可惜现今很多人都将这一日正是作为放假的日子吃喝玩乐，糟蹋神赏赐给我们的身体和生命。至于其他六日，人搏命做事，搏命去赚钱，美其名就说为了个家庭，为了儿女，积极去储些钱，希望将来的生活更安定、更舒适。其实这个正好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大卫在诗篇131篇二节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一个食紧奶的 BB 不懂得克制自己，只是跟着身体的需要而作出反应，肚饿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就哭，及至戒了奶，即是到了成熟的阶段，就不会成日哭和扭计了。相反，他会享受在妈妈的怀抱里面享受母爱和平安，更加得到内心的安稳和平静。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艰难和危险，他之所以能够安稳度日，秘诀在于无论外边的环境有几咁紧张，
佢一定会翻到你天父嘅面前，支取力量同埋信心，然后再重新出发。喺马太福音11:28-29，主耶稣对我哋作出咁嘅应许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魔鬼撒旦最大的心愿就是破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他其中很恶毒的一招就是教人要靠自己，结果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底下就不停地做事，盲目去追求地上的财富，以致失去神宝贵的祝福。如果你愿意放低地上的名与利，重回上帝的怀抱，咁而家就开始寻求佢啦。亲爱嘅天父，让我哋开口嘅感谢赞美你。虽然人唔一定承认你就系嗰一位创造我哋嘅阿爸父，不过你冇因为咁而撇弃人于不顾。天地间一切嘅供应都系出于你嘅创造。求天父你再次接纳我哋，享受与你同在的福乐，并且得到你的怜爱和安慰。多谢天父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，是我们心灵的加油站。孩子们愿意靠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每日奔跑都不觉得疲倦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只教我，我就愿遵行。